为什么你一定要拍他的屁股？你又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。他就是爽啊。你是不是想把他的风扇吃掉，同学？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荧幕会自己关掉，很讨厌。就是看不到他。可是有时候也很方便，因为骑车的时候他会关掉，就不会那么亮，也不会那么耗电。对啊，是耗电还是耗单？